拳头账号快速注册，能玩拳头旗下所有游戏，一键下载撸啊撸全球服通用客户端，游戏汉化、聊天翻译、外服账号购买，一站式搞定，打野计时、一键配图文，超级游戏助手，自带加速器，畅玩外服无压力。百度搜索游戏魔方即可下载。你读过大学吗？看样子你没有读过大学。没有上大学。没上大学。上过。那你上过啥？家庭条件太贫寒了。那你上过什么？我上过你。怎么了？小姐，你的 ID 多少啊？你的家庭地址多少？我给你寄一点土特产。我的是10377-9963。那行吧，行，我。你要把你寄到我心里来吗？我叫你把你的家庭住址 ID 发我，你给我个办法 ID， 我投诉你了。你这个小姐笨的跟那个。不能跟那个二师兄一样，你呢？没有啊，我家就住半边，知道吧？哎，老板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是做什么的？对呀。你猜我是做什么的？猜你是做老公的。你这个 APP 确实好啊，这半半 APP 确实让人受不了，谁用谁知道。这大半夜的点半半小姐确实有种不就是这种奇怪的感觉，心里痒痒的。那你的身体还好吗？身体啊，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了，身体。我卖肾宝片的。小姐，你咋这么会撩人呢？你难道是半半第一撩人小姐姐吗？对，我俗称撩神。撩神呐、啊，哦。对呀、啊。你问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是挤奶的。你管我是做什么的？你要干什么？打听这么清楚干什么？不是你一开始你就要搞黄色是吗？我搞黄色有你会搞黄色吗？我搞什么颜色了？我真是挤奶的啊，小姐姐，不要想歪了。我怎么感觉你有点阴阳怪气的呢？你好像那个进化不完全的那个生命体，搁着在这边跟我搁着基因突变呢，你是？太过分了！我真的是在那个农场里面挤牛奶的，懂吗？啊！不要想歪了。我怎么感觉你小时候没有喝过奶吗？就你没有喝过你妈妈的这个奶吗？对吧？我感觉你有点歧视我的职业。你也是女的，知道吧？你以后的话也会被别人喝那个，不是你以后也会被你的小孩喝那个奶，知道吧？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这个职业有多高贵了。不要，你太坏了！我是说我好喜欢你啊！你怎么不懂我想的呢？你是不是个直男呀？没有，我们工作的话不搞这些啊，我工作都是跟动物打交道。你是动物吗？你是大自然的好朋友，你是。你想说我是二师兄对吗？我说你是哦，没有，我说你是癞蛤蟆跳悬崖想当蝙蝠侠，你是说你是癞蛤蟆。你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哭了，对啊、哎，我受不了了。你好坏呀、啊，好喜欢啊！哎，别搞啊，小姐姐，你上来我已经，你上来就搞了三四回撩人的话了，你让老板如何是好？现在10点多，你到底要干啥？你现在有点影响老板的心态了，打游戏，我现在浑身有点发热，浑身无力，现在我拿不起我的鼠标了。等下打游戏打不好，我得怪你的，对吧？你得背锅。帮你捶一捶就好了。帮我捶一捶，什么意思？帮你捶一捶，帮你吸吸火。哎，你这个是你是不是看平时看那个看书看多了呀？是不是学的你？没有啊，我是
我是看什么呢？我是看那种什么视频学的。看什么？我是看你学的。看我学的，你不要搞啊！不要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没有搞啊！你不要跟我有关系啊！我看你是手榴弹炸粪坑，玩的比谁都花，你是手榴弹，你是手榴弹炸茅坑，玩的比谁都花。我跟你讲，我小雨，我跟你讲一个坏消息，你要不要听啊？什么坏消息啊？这我对你的思想已经不单纯了。哦，你好骚啊！你是不是穿了品如的衣服？品如的衣服吗？没有啊，我穿的你的衣服啊，你忘了吗？你说你对我的思想已经不单纯了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对啊。太多女孩子对我有这种想法了，喜欢我的人太多了，因为我游戏又打得好，懂吗？游戏技术又好。让听到你的声音就有点烟了的感觉。就如果我面对面站你面前，你还会说出这样话吗？你是不是在网络上面喜欢这种什么话都敢讲，现实当中就是不敢这么说了？你是不是这种类型呢？要不要试一下呀？啊，要不要？不必啊，不必了，不必了啊，受不了。为什么呀？小姐姐哪里的呀？就是来，我哪里的？我是你心里的呀。你正常一点，你不正常，你怎么敢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没正常啊？正常一点啊！我是你心里的呀。你是哪里的、啊？我是你心里的，我是你的。哎呦，你打着我太疼了吧！我天。小野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是成都人。你是成都的？成都人咋不错呢？真是挺不错的，气不气？大爆你的头，回家了，气不气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你是不是有健忘症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是挤奶的吗？我是在这个养殖场给奶牛挤奶的。你平时喝奶不？喝奶。喝。但是那个奶有点腥味。那是原汁原味的呀，很正常呀。我们这边有甜牛奶，也有纯牛奶，都有。你喜欢喝什么奶？想喝你的奶。我受不了你了，小姐，你不要搞黄色啊！你搞黄色，你搞黄色，我小姐，你不要搞了，再搞老板有点受不了了。你受不了会做什么呀？受不了会做什么？受不了，我现在有点全身发热，现在。要不要过来给你降下火？哎，你好不正经。老板，你说让我出什么装我就出什么装，好不好？他说你出了个工资装，一个小兵都没 A 过，你出工资装 A 一个小兵可以回血的，能听到吗？我知道，那我就想问一下你们，哦、你不想给他回血，不想给他回，我觉得他不配。好、哦，我想给你回。你不想给他回血啊？你这个话要给金克斯看到了，他要互动你了啊！哎，我好想站在你旁边给你回一口奶呀！你石头人哪来的奶呢？你不扯淡吗？你是？那我不是出了那个可以回的吗 ？A 一个小兵。你都知道 A 小兵，你咋不给 ADC A 个小兵呢你？因为他不配，因为我更想给你，想给你喝一下。哦，我不需要石头人啊！你不会是个坦克吧？在网络上面这么主动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特异功能，特异功能，我的腿，对，我的腿它是自带蕾丝边的。自带什么？自带蕾丝。
懂吗？你的腿自带蕾丝边呢，为什么？对，咬死你！啥意思？想想看呀。想看呢、啊？哦，不想看。我是这样的人吗？开玩笑你。那就是，那你还比较真挚啊？那不看就算了吧。啊，你发的，你要真要发的话，那你就发吧。小姐姐多大了呀？那多大了？你是有健忘症吗？不是问过我了？我说你年纪多大了？22岁啊。我感觉你的生活阅历有点像32岁的，我感觉你有点像那个，有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那个。讲话的类型有点像那个饥渴的少妇。那不就是等你来拯救我吗？拯救你啊！我。对啊。啊。喜欢吗？哦，不喜欢啊，不喜欢。那喜欢什么？慧慧，你们两个干啥？到底要干点啥？你们两个？皇子，你3天之内必得帕金森，回家了。没傻吗？哥哥你吓到我了，你好凶啊！哦，你还会变音啊？我靠，你的才艺有点多呀。没有啊，你不是说我是30岁的大妈吗？嗯、人家是个小萝莉了。哦，你们这个网络上的声音都是这么夹出来的是吧？其实我是个寡妇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那个变音器能给我不？我把我的嘴给你好不好？你把你的什么给我呀、啊？我把我的嘴给你行不行？你要干啥？你要给我，我要给你来两个大嘴巴子是吧？你不是要我给你把变声器给你吗？对，变声器啊，把软件给我呀，我要软件呐、啊。那是我嘴巴发出来的，我怎么给你啊？把我的嘴给你好不好？行吗？哎呦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别打我了，啊，打！你笑起来怎么像个阿姨？你笑起来。我想把那个点子给呼掉，给它吹掉，可是。哦，你还会吹点蓝是吧？那你的嘴不有点厉害？你一个人住还是跟父母住啊？我现目前一个人住，但是我有点对你有点想法。你对我有啥想法呀？你知道我是谁不？你是谁啊？我是你爸爸，我是谁？你都不知道我是仇人，你对我有啥想法？你不怕我是个坏人吗？爸爸。哎，我靠，干什么呀？这么寒，过年已经过了，没有压岁钱了。快过来，爸爸，快过来救救我，让我为你开一次大吧，行吗？小雨，你这个太会撩人了，有点受不了。我怎么会撩人呢？哎呦，我要死掉了！你再不过来，皇子来了，我要开大炮了！再见。为什么不过来救我呀？我没有大啊，大没有。需要你开大吗？有我在你身边，需要你大吗？哦。这个事情我来就好了呀。哦。会唱会跳会 rapper， 会上刀山下火海。只要是你想要的、哦、我都有。哦，这么厉害，是一个狠人、嗯、你这个武器我是打不过你，还是你们这两个人好像是欠揍呢、嗯、你这两个人，你还，我靠，你这个印度飞饼伤害这么高吗？我要700块钱。你别笑，你别笑抽过去啊，小姐姐、嗯、笑抽过去我是不负责的啊。那你现在的意思就是不想对我负责了是吗？我们俩不是很熟啊，我为什么要对你负责？我想跟你熟一点可以吗？哦，不可以，就一点点。哦，为什么？
你把道龙视野稍微做一下吧，好吧。我吗？对，道龙视野做一下。亲吻一下我就去，亲吻一下我马上过去，我飞过去，好吗？你信不信我一拳打爆你的头？不，你是不是长得像石头人一样？石头人的皮肤简直太好看了。没事。没事。你怎么了？你我要给这个皇子祭点土特产。你咋了？你那边怎么空空的呀？哎，我吐了，我这一波他也要杀我，他这一波宁愿杀我，他都得死。我们这队友五个人在我队友旁边，四个人在我旁边，他这一波还要杀你。哎呦，能不能让我混个助攻，让我找一下我当辅助的存在感呀、啊？黑切来一个，不来黑切不行呢、啊。笑，别笑抽了，笑。你刚刚干嘛了呀？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这男砰砰砰的声音？刚才我干嘛了？刚才没干嘛呀？咋了？就你刚刚好吓人呢，把那个吓到我了。吓你？对啊，你把我吓坏了怎么办？我要晕倒在你的怀里怎么办？然后你还不对哦。晕倒在我的怀里怎么办？对啊，那你是怀孕了吗？晕倒在我怀里。对啊，可以换一个吗？啊，小姨，我这把不出去举报你，我就是你，我名字倒过来写，我这把打完，我必须得要举报你。你这个这天天勾引老板，老板都我的老板一直在有一心的在打游戏，你在旁边一直在勾引你，你让我一方面要受这个皇子的干渴，另一方面还要这个精神上受到折磨，这谁顶得住啊？那没有啊，还有你的手也受到折磨了呀。我手怎么受到折磨了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喜欢这游戏里边的一个英雄。什么英雄？他的台词就是：“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。”好，厉害，是一个狠人。我要去撞他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做一下辅助。小林哥，你会打篮球吗？我会，我肯定会打篮球啊！我大学的时候。打这个学校的篮球比赛的，你以为？哎，你可能就是强迫我吧，是吗？还好吧，就是我大学的时候，经常会有学妹会给我送可乐给我喝。就是我打完篮球渴的时候呢，他们会送点水。那你跳起来就是能把那个篮球框给？就是快差一点，我之前可以扣篮，现在的话天天坐在电脑面前打游戏，后来现在不行了，之前的话可以跳起来扣篮呢。现在呢现在不行了，现在不锻炼了，先天天打游戏，在电脑偶尔在那个养殖场挤奶，对吧？不怎么跳了，现在就跳牛背呗。现在跳的比较少，干的都是体力活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就比较喜欢，就是会打篮球的哥哥，就是长腿欧巴嘛，看着那个腿呀、啊，就对呀、啊，这样的。还好，我还好，我弹跳力比较好，知道吧？感觉从你的语言上这么挑逗老板的话，我怀疑你长得有点像挖掘机。你得让老板看一下你长啥样、啊、就是长什么样子，就是我跟你讲、啊、我真的我就是有一个
就是我的腿就是非常的，就是它会自带一个蕾丝边，就是其他人是做不到的，但是我的腿就可以。你的腿自带蕾丝边，为什么你的腿自带蕾丝边呢？我看看你长啥样来的，瞅一眼。你加我吗？你加我呀。好，我加你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选了。哦，你加我看看你长啥样啊？我现在有点好奇你长什么样。有多好奇啊？多好奇，就挺好奇的。瞅一眼。好，性感吗？自带蕾丝边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你是不是给你来一刀？你这个发的是什么图片？你这发的，我不是说我自带蕾丝边的吗？小雨，你的鸡儿是不是不想要了？你这发的什么？腿毛比我的还多呢？你像你妈个魔教绿巨人，你是？我要出去给你举报一下。你发个正常一点，是什么情况你？你先夸一下我，信不信你？快点！你这，我感觉你有点，我感觉这张图可能真的是你，因为感觉你的声音有点像男的。这张真的是你的图片吗？讲道理。人家说小女孩子。你给我发张正常的，你别搞，不要搞这种东西啊！你聊什么？你这个腿毛比怎么比我的还多呢？你这腿毛这么吓人呢？你，你说性感吗？嗯，你可以夸我一下，我就发我的给你，夸我一下下。就你这个图片是谁的呀？这我的呀。这你的。对呀、啊、这真是你的。好看吗？你不要骗我呀。我骗什么了？我正儿八经的给你发一张吧，好吗？看你上把那么厉害。你这个图片是谁的呀？真图片是是你的。是我的。对啊。你怎么跟个，你是不是刚从精神病院放出来你病情没有好转就出来了？那你不是说多性啊，自带蕾丝边啊，有谁就是。那我得好好探讨一下你这个腿毛是怎么长的呢，能长这么长。嗯，你是不是平时小时候吃那个雄性激素吃太多了？讲道理。哎，算了。我怕你得死我，还是好好给你发一张吧。你好好给我发一张，别墨迹啊！赶紧把照片发我瞅瞅看。发了呀，你没看见吗？啊，就这。嗯，什么感觉？哎，毫无，内心毫无感觉，就这。哎，那好吧，那你可能还是喜欢我的腿毛一点，对吧？就一张照片呢，没其他的了，就这样。你这个腿怎么这么长呢？看样子腿倒挺长的，我觉得以你的这个腿感觉可以去跳高，挺适合的。有其他有那个吗？有其他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有啊。嗯，还有吗？再发给你吧。再发一个。哎呦，你这个手指甲这么多，你这个上厕所方便吗？我仙女是不需要上厕所的。哦，仙女是不用睡觉的。哦，嗯，你这个手指甲，你上厕所不方便啊？没有啊，我是仙女，仙女都是不需要吃饭，不需要上厕所。你有全身照片吗，小姐姐？干嘛看人家那么多啊？我怎么感觉你这个是网图呢？讲道理。
我长这样都可以当网豚，那我去做主播好。我觉得你可能是你是不是你这个是不是网图啊？不是我，嗯，待会儿什么？我们这边可以。你说啥？我可以视频的，就是可以视频的。你长什么样啊？你可以发张你照片吗？你要看我的呀，我给你看到我的吧。对呀、啊。好，给你发张我的。啊、嗯。你，这是你是吧？对啊。哦，这么厉害，我有点不相信，我感觉你假照片，因为骗我。嗯。我觉得你这是在夸我，还是在什么样位？在发，我给你发张我的，给你发张非常有男人味的，好吧？哇、哦！看一下。哦，等一下啊。好。这是你是吧？哎呦，腿有点长呢。嗯。好，给你发张我的啊。好。好。这是我的全身照片呢。好。我看一下。嗯。哇。哇，这不是那水。这不是那谁吗？那小短腿的叫什么？你说啥来着？哦，那大长腿什么自勋的是你吗？就大长腿我爸，哦、这哎呦，啥意思啊？你认识这个的？哇，出了名的大长腿啊！你认识他？哦，其实他不是我。我用他照片而已。啊，不是我听。我比他更帅一点，你要看吗？嗯，要看，你发一张吧。好，再发一张啊。好，给你发一张。嗯。我知道你长腿我爸嘛。啊，算了，我就不装了。那个就是我。嗯，你刚才说啥了？说我是小短腿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我说你大长腿，就很出名的，就是大长腿我爸自勋嘛。小姐，你感觉你有点在搞那个人身攻击了你。我没有，我知道，就答案出就是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是我了？是不是我是不是我的粉丝给你通风报信了？没有，我删的时候觉得声音有点像，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吧，就是这么又长得又高又帅，声音又好听的歌怎么会点我？我本来想关注你一下的，后来你说的那个话，我突然不想关注你了。我想打爆你的头。你要在我身上来一个暴扣是吗？你跳得起来吗？需不需要我抱你，然后你去扣来？啊。你妈买菜必涨价，超级加倍。嗯，还好啦。平时喜欢穿高跟鞋吗？我喜欢穿高跟鞋。喜欢穿高跟鞋啊？我看你那个鞋都挺高嘛。你这个第一张图片，那种鞋子也喜欢穿高跟鞋啊？对啊，嗯、你喜欢吗？你喜欢穿增高鞋垫吗？你穿吗？你平时？我喜欢穿增高鞋垫嘛，我不穿那种东西啊。嗯，那就是你打篮球的时候千万不要穿，就里面崴到脚。崴到脚。嗯。那你那个美甲啊，上厕所不会把纸抠烂吗？不会，还好。不会吗？不会。我觉得可能会啊。那你是不是想来试一下吗？你要不要来看一下吗？是怎么弄的？你咋这么色情呢，小姐？你怎么这么色情？嗯。我没有，你不是好奇吗？那你说我怎么跟你说嘛？这种事情对不对？那不只有你能看一下。年纪不大，懂得倒挺多的，你这个小姐姐。
谢谢 bug 科威 bug 送的魔法皇冠，感谢咖啡集团幻化出四个魔法皇冠。等一下，你长得好像个魔教非主流啊，你是吗？啊，等一下，我没有搞懂，因为这个手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，而且灯光好像有点黑。灯光有点黑呀、啊。嗯。那脸怎么了？脸怎么了？喂。主要是这个灯光很黑呀、啊，这显得我脸好胖啊！显你的脸本来就很胖，怎么要显得很胖呢？这话说的，我这样子说很胖。我刀呢？我拿我的刀。不是真的，这真的是手机问题。老妈叔叔将我的屠龙宝刀递来，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，降妖除魔，你这个妖怪啊！你长得有点像我的二师兄。我能再等一分钟给你打过来吗？再等一分钟，好好等，再等。因为真的太黑了，我把灯打开一下。啊，挺好看的，挺可爱的，挺可爱的。兄弟们素质一点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咱们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别拿颜值开玩笑。嗯，马上，兄弟们这个。把好看打在直播间里面，好吧，好看打在直播间里面。我看照片挺好看的呀，我看一下照片呢，这照片挺好看的呀，讲道理对吧，看这照片挺好看的。你现在是不是好很多？嗯，哎，你不说你穿的是丝袜吗？我拿手机啊，我怎么给你拍？你玩手机，拿手机，我给你拿着了，我给你拿手机。你给我拿着。你刚才这么撩我，你现在再撩我一下，我听听看。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了。你看这个，这就是我这个网络键盘侠，对吧？看不到脸，随便说；看得到脸，就不好意思了。是啊，那看到脸，那露脸的事情，那不能这样子。没露脸的时候可以肆无忌惮。你可以把手机放在也某个地方固定一下，对不对？我怕别人举报我是色情主播。不会吧？我看你这上身完全联想不到色情呢。我该说什么？哎，你那个牙齿为什么不去矫正一下呢？我的兔牙很好看呀。你兔牙好看吗？谁跟你说的？你笑，我妈妈说的。你笑一下。不像，我牙齿不好看，我知道。那你可以矫正一下。你这个年纪越大，矫正的牙齿越难了呀。我不想啊，很痛啊，那个。不痛啊？怎么会痛呢？确实要去弄一下。你弄过？可能是你弄过吧。嗯、我弄过，我没有啊，我没弄过。你站起来，我瞅瞅吧，瞅瞅看。你等一下。嗯。哦，这是你哦，你这是电脑。就看一下啊，等一下别人举报我，我告诉你。为什么举报你啊？这不很正？我靠，你别搂太高哦。啊。键盘弄在那里打错了，而且手机还要掉，你知道吗？可以了吧？啊，可以了。小姑娘平时要多锻炼一下，天天坐在电脑面前，容易不运动，容易胆固醇会变高，懂吗？没事，方便面吃太多了会这样子，我知道。你天天吃方便面是吧？我的发科，恭喜东海最后的龙获得一个魔法皇冠啊！魔法乐园主播会给你寄2500块钱土特产，请把你的支付宝和姓名发我。兄弟们，你们只有送连续送30个魔法球才有机会中那个魔法乐园呢啊！
挺好看的，就是就这个这个牙齿会，不要说了，啊，脸其实还可以，兄弟们，这个小姑娘长得其实还可以的啊，只是可能说有点，可能说出了一点板甲啥的。你可能没出狂徒，但是你出了个反甲。你说我能看看你吗？你能看看我？嗯，我在直播呀，你可以看我呀。哦，你在直播啊？对，我在直播呀。恭喜容我再想想吧，送的。嗯，挺好看的，兄弟们，挺可爱的，属于那种萝莉型，对吧？萝莉。感谢 Blue 2020送的星空飞机。你进来了吗？进来了呀。进来，你进来了呀？啊，我用电脑看着呢。你用电脑看的呀？嗯。他们说你挺好看的啊，还可以。嗯。好，谢谢。好看，看到没有？都在刷好看，兄弟们。都在说。你不要敷衍我。啊，真不逗你啊。真的也不能说特别好看，但是也是有点有一点点好看吧。嗯，你不要卖萌，你再卖萌，我一拳下去打，把你打成约德尔人，你还撅个嘴。不能吗？为什么不能呀？不要卖萌啊！卖好像我看他们直播的时候，就好像说你挺高的是吗？挺高，你是不是又开始阴阳怪气了？没有啊。我记得他们是这样说的，我1.75米，啊，那挺高的呀，对吧？你我才1.55米，你才1.55米啊？你不说你1.63米吗？啊，我1.55米了，我变矮了，我不能说1.63米，我怕比你高。哦，比我高，哦，你就1.55米啊？那你这个跟球差不多了，你不能再胖了。没有啊，你再胖我腿那么长，我1.63米。你再胖，你的精度和纬度一样，你等一下变成地球仪了，等一下。我1.63米好吗？你不说你1.55米吗？差不多吧。我1.75米。我只说这位小姐姐，我1.55米，我怕说的比你高了，你心里不舒服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要口吐芬芳了，小姐姐，你长得就是说实话，长得有点像我隔壁那个王胖子你。我得感觉你得去锻炼一下，你再不锻炼的话，天天坐在电脑面前。这个容易得三高，知道吧？高血压。你告诉我，高血糖。你告诉我这种情况没办法去锻炼的。我想去锻炼的话，那肯定得过段时间了，知道吗？为什么不锻炼呢？多锻炼一下身体啊，对不对？天天坐在电脑面前，又吃方便面，又熬夜，对不对？身体怎么能好呢？是不是？啊，想身体好很简单的。心情好了，身体自然就好了。身体好了，可以叫就觉得我挺好看的，可以叫他们关注我一下呀。哦，兄弟们，大家喜欢这个小姐姐可以关注一下，咱们也白嫖了一个视频了，所以大家喜欢这个小姐姐可以关注一下，好吧？她的贩卖 ID 是10377996，好吧？我靠！恭喜东海最后的龙获得17个魔法之一，恭喜恭喜！还没有报魔法乐园吗？18个魔法之一。大家喜欢这个小姐姐可以关注一下啊。那个时间也不早了，小姐姐早点休息，好吧？好的。啊，早点休息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